家都怕得要死。光远远的听到他轻弹的声音就会戳，就会戳。嗯哼，那个同学就是你，过来，为什么看到教官就躲？心虚什么？你共匪啊？我的妈、啊，有点像，就忍忍吧，明年就轮到你毕业了。度日如年好吗？哎、欸，拜托，在学校上课超爽的好不好？哪里度日如年？叫我多上几年我都愿意。点点点，嗯，想好了。过一会我就去校长室打个电话，看能不能联络到里长。工具间应该有一间暖炉，然后去保健室弄两条毛巾，这样过夜应该就没问题了。你考虑的真周到呢，要帮忙吗？不用啦，学姐你在这等。粗重的跑腿事就让男生来做就好了，你这样很大男人哦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小姐。哦，是哦，对不起，我从小就很习惯讲这些话了，也不用道歉。你这个人有够直的。不然这样，我先去打个电话，然后一起去搬东西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可以接受。那你快去快回吧。哎，要分开了。我不想啊，打什么电话？在这边聊天聊一个晚上就过了、啊，有什么好打的？打电话了吗？正要去，快去快回哦。对啊，没事打什么电话了？校长室打电话。对啊，这个，我有，我有来了。这什么东西？什么？这是什么画面？男主角死了、哦，打个电话而已。你有没有拜托姐？啊，死了！哎、欸，被绞杀嘞！魏仲廷，不要吓我啊！没有呼吸和脉搏，死掉了。怎么会？稍早还在聊天的。天哪，我才刚认识你而已。这是噩梦吧？方内心先冷静下来。等一下，刚才谁在跟我讲话？这个人还没死哦。讲台上掉下来一本书，是魏仲言的。魏仲廷的周记本，取得生活周记，稍早也看他在翻，或许有什么线索。欸，这蜡烛从哪来的？欸，我以为他是主角，怎么开始没多久就被杀了？能调查吗？我看这个画面好不舒服哦。离开好了，我先离开一点。看着那个画面好不舒服哦，真的。看一下熟学生周记本，看起来是一个寺庙的时间，前面有前路不明，须知异术，转乾坤锁，以死命门。我完全不懂什么意思。第44首。欸，我不是要跳出来，我还想看其他页。它只有一页而已。这是线索。哦，笔记有很多页。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。有没有小心共匪？有啊，还有我的学生证，有没有？学生证在这。武秋风的学生证。校歌校训。这线索。就第一个这个而已。那我的玉佩呢？白鹿玉佩，据说是传说中的灵兽，可引导迷途的人。每当不安迷惑，它总能让我觉得平静一些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校长室是有什么恐怖的东西？打个电话就会死。这里可以出去吗？太暗了，看不清楚。那可以拿火把？不行，走上去好了。哎、欸，他不让我走上去、欸，哎。不能走上去，
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简直是噩梦。这里，就这里有问号啊，所以不能跟他互动，不能跟他互动。他的脖子有勒痕呢、欸，感觉就是被人家绞杀的啊。而且我们为什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就来这了？这里有一哦，这里有一个烛台可以拿、啊。暗道根本没行走，带着烛台好了。哦，桌上空无一物，这个夹克我有印象，好像是工友背背的。哎，这里嘞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新增欠款条，被揉掉的欠款条，借款人是工友杯杯高伯伯，欠款人的名字很眼熟，似乎是隔壁的班的流氓，借了一次将近两个月的薪水，每月三分利，根本是高利贷。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？这个，哇，居然是死老鼠，难怪有股味道。死老鼠，不理他。我去打电话，原来就是死亡的旗帜哦，死亡的旗帜就这么升起哦。刚入学的时候觉得当旗手的学长姐都很帅，现在只想摆脱这种东西而已。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了。机房种地，严禁烟火。好了，我们走。对啊，游戏才刚不久。我们操纵的主角就死成这样了，而且后面还挂这个，哎，国父遗像还变成这样，到底能不能调查、啊？不行，不能调查，一直要我看，近距离看真的更恐怖。哦，这款游戏应该不是忽然吓你的游戏，应该是塑造恐怖气氛让你害怕的游戏。看一下这里。只希望一切都只是噩梦。这里可以出去吗？大门被锁住了，所以我们只能走另外一边。不行不行，左边可以出去，右边不行，只有左边而已。我本来想说，刚刚一直没有看，一直没有看右边，想去看一下。哎哎哎，这里有坟墓哎。校园景色都改了，我穿越时空哦。这个是什么？怎么会有坟墓？上面的字都被刨掉了。怎么学校是乱葬岗？这里什么时候盖了一个小寺？里面供着几尊神明，除了土地公，其他都不认得。嗯，香炉旁边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取得礼堂钥匙，礼堂还有一张纸，下面还有纸雕，这是什么？新增笔记，图文差过，遇见王亮。夜晚出入请小心，遇见王亮莫害怕，屏住呼吸慢慢行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暂时停止呼吸哦。下山的路消失了，怎么有东西在走啊？哎、欸，有东西在走的声音呢、欸？你们有没有听到？你们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到？你吃饱了没？把东西放下来，不要再吃了。按住右键，屏住呼吸。哦，王亮在吃东西哎，真的是，真的是鬼哎！我天哪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屏住呼吸还会模糊视线呢，不能一直屏住呼吸哎。
屏住呼吸。我们又回来了，他还在这里，好可怜哦。是要去哪一间？到这一间吧，应该是到这一间。缺氧，大门被锁住了。我有礼堂的钥匙，好不好？上面就写了礼堂，不用都难了。应该是这把钥匙。哎，走出来了。哦，这里就是出礼堂。哎，这个门还被封住了。门被封死了，而且我听到电话声呢。门被封死了。校长是有电话声。这个水仙花再看一下。孤单的活着真是辛苦你了。电话，有电话，有电话。这时候有的谁打电话来？也许联络到外面，进去看看吧。这不太妙哦，不太妙哦。能进来就不太妙哦。等一下，先看一下。书架上都是历史、战争和统领的书，印象中也是退伍军人的样子。先接电话好了，吵死！我拨盘式电话。记得魏仲廷说要来联络里长，说不定有回应呢。接电话。我是翠华中学的学生，学校发生命案了，请快点来找我。喂喂喂，听得到吗？方同学，我在辅导室等你。你是谁？啊？什么事？眉头微微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知道电话是我接的？辅导室在三楼。哎呦！哎呦！刚刚那个是什么？你们有没有看见？水墨画，看起来是学校附近的景色。这里还有，还在拜拜哎。这里有一座神桌，要记录吗？哦，神桌是记录档，太有趣了。是啊，所以在这里可以记录。档案柜这样开着没关系吗？学校列馆、分子名册，档案夹是空的。这文件感觉不舒服。噔噔，好了，我们走了。他叫我去辅导室，我就去辅导室。这里，这个角落没有。三楼的辅导室。哇，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是什么？哎，贴满了符咒，哎，门被钉死了。墙上贴满了符咒，这里是发生什么大屠杀吗？我天哪，这是什么？大片的血迹！噔噔噔，这是辅导室吗？我们进去了，我们进去了。哇，就是只有一个人的位置。我们在这要接受辅导，这间教室只有一张课桌椅，给人一种孤单的感觉。咦，桌上有什么奇怪的刻痕？在数日子吗？怎么五个画一个？好像文字又好像图案，看不出所以然。只有这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再说也是重复的语言。出来一下，还有什么可以看？就只有这张课桌椅，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看的。所以这一间不是辅导室，这一间不是辅导室，那哪一间是？这里有一个铁门呢、欸，过得去吗？这边有铁栏杆吗？过不去，得绕路了，还要绕路哦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对不起，我要走进去了。
还要绕路哎。目前没看到什么网两哦，所以我要绕另外一边过去。看一下这里可以看吗？可以看教室内部一片漆黑，贴满符咒。这里还有铁丝网哎，拉门被铁丝网缠住了。要是有工具，或许可以弄断。祭宗，上面写着一个祭宗的纸条，这是魏宗廷的教室。进来看一下，自求多福，到底是谁写的？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椅子，它的位置上面有涂鸦。无非非必中天，无名必名必惊人。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一张什么，不知道什么。哦，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了，那个灯的按钮。所以我们要去拿工具，把它剪开。女厕能不能进去？哎，可以哎，女厕可以进去，好可怕哦。平常有压力的时候，厕所是静一下的地方，但是今天只觉得很阴森。嗯，水槽里有一个铁钳，这么神哦！哇，头好痛，果然气色很差。他忽然就死了，魏仲廷忽然就死了，我也会有生命危险吗？白露，一切都是噩梦吧？忘记了。还是害怕，想起来，玻璃破了，玻璃破了，在女厕，敲门，里面感觉没有人会在里面，在敲门，门上的污渍，天哪，好脏哦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连一般人都不想碰门把，这里呢？水槽中有一种暗褐色的污渍，排水孔卡了一个白色的小东西，什么谷子？为什么会有谷子在这里？取得一个谷子，一个骰子，洗巴了，走喽。我们拿到铁钳了，我们可以开铁门了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有魍魉的意思吗？一堆木头挡住了去路。哎，魍魉，遇魍魉，停止呼吸。这是魍魉吧？如果我们呼吸会怎样？哦呦哦呦！呼吸就暴走了。快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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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吸就暴走了，喂，屏住呼吸走过去。哎，我们屏住呼吸的时候要走很慢。不行不行，不行啊，要跟在他后面。他暴走还会抓人呢，他顺你走了。喂喂喂，我现在呼吸来不及了，又来了。哦，走教室内部。太恐怖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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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太恐怖了！太恐怖了！哎，走过他了，走过他了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把它弄断，用铁钳把铁丝扭断，走进去吧。宝剑室，哎，刚刚我们从来没来过宝剑室。这里有一个纸条，里面好像有什么红红的。地上有一张纸条，新增图文：剿匪犯。若遇魍魉堵处路，供剿匪犯引来时，摒弃擦身速速离。剿匪犯，所以我要去找剿匪犯，是不是？我现在一个剿匪犯都没有哎。宝剑士来啊！
宝剑是可以存档。哇，供桌，确定呢？这里还有一碗脚尾饭，取得脚尾饭。哇，还用红碗装着哎，这个好有台湾味哦。看一下这个，好了，比视力嘛，这个下面是 2.0 的，已经小到看不清楚了。视力检查表，可是我记得它是可以点亮的，结果点亮，然后嘞，点亮干嘛？不知道。桌上有几张文件，新增诊断书。黄敏昌，哎，新的诊断书哎，好多人哦。李文侯17岁，昨晚扭伤，粉碎性骨折。上面的三诊应该都是学校同学，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受伤这么严重，肩胛骨粉碎性骨折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里还有什么吗？哦。这里有钥匙，哦，这里哦。灯箱的角落有个影子，这个形状，把灯箱板子拉起来看看。哎呦，哎，钥匙一把。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卫生库房钥匙。卫生库房在哪里哦？哎，不拿没事，拿了出事有没有？不拿没事。记录一下，所以我们要走了。这个被反锁了，反锁了就用钥匙啊。喂，是用在这吗？哎，不是哎，我以为用在这，这不是这样用的。他不让我这样用，我们走了。又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提供脚尾饭，提供脚尾饭。喂，所以摒弃走过，趁他在吃脚尾饭的时候。喂，哇，锁住了！快，卫生间库房就这个，就是这一把，打开了。进去！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紧急淋浴的洗眼机。水盆里好像有什么，又是一颗骰子，两颗骰子可以玩西巴拉，还不行，西巴拉要四颗。这个箱子有什么？大铁箱附注一个刺鼻的味道，这个是松香水。哇，这个是。中油的松香水吗？这个牌子还依稀可见呢。这里没东西了，好。这从这边被锁的，可以从这边出去。就这样子走回来，又一个脚尾饭，这太神奇了。我们就是来为了拿来拿松香油哎，没事，多存档，多存档，没事。神明保佑。没事就拜一下，所以我们不用再过去了嘛。这里看完了，绕了一圈出来了。